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杨岳桥，你哋好。其实我相信咧，好多道理上面嘅嘢，其他之前几位嘉宾都已经讲过。我能够话俾大家听嘅咧，就系我哋会继续同你 commit 落去，我哋会继续帮你喺立法会或者喺社会里面唔同嘅层面，都会话俾大家听。動物都是生命，我們要繼續尊重他們，因為他們沒有聲出，只有靠我和你去幫他們講出來，是不是？香港正如剛才金金所說，我們是一個國際級的城市，我們的動保法律其實不要說什麼 139B 或者其他枝枝節節，而是從整體角度，從政府的立場，他們有沒有當過貓貓狗狗或者其他的動物是生命呢？我們見不到。所以我哋要由最根本，我哋要由个思维上面去改变我哋成个社会嘅諗法。所以我哋要靠嘅就係我同你嘅大家。今次呢个游行固自然係好嘅一步，但呢个唔係最后一步，我哋仲有咁漫长嘅路要去行嘅。所以希望大家一齐继续努力，好嘛？多谢你哋。